今天我吃的这个果子也是我第一次吃，它是云南的一种水果，但是也有好多拿它作为就是调料，它的名字叫做素番茄，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洋鸡蛋，就是它的外观我觉得真的长得跟鸡蛋就是很像很像。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味道啊。我每次吃这种就是我没吃过的，我都需要多大个勇气。哎呀，哎呀妈，好酸呀，咬了个屁股，好酸呀。还有纸的，哎，吃到中间的位置，就是吃到它纸的这个位置之后，然后就不酸了。我感觉吃它这个纸的话，有一种吃黄瓜那个味道，那个纸的那个味道。哎，吃这口的时候又有点酸，还好，我觉得不是特别难吃。然后它不涩，就是有点酸。这种酸的话，就是你可以承受。一个看切开，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啊？切开里面就是这样式的，里面全是纸，我觉得味道还是可以的。它有一种特别熟悉的味道。我想一下啊，什么味道呢？哦，这一半好酸，就是里面那个纸跟黄瓜那个味道是一样的，差不多，但是比黄瓜略酸啊，它带酸的酸黄瓜。